碰瓷女惯犯不要命冲出马路，行车记录仪拍下全过程。黑衣女子经常在入夜时分要钱不要命，站在路边等待车辆逼近时冲出马路，企图制造假车祸。 Oh no！ 网友把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上传网络，揭发该名女子是碰瓷惯犯。 No！有网民指起初一度以为撞鬼，后来发现该女子经常出没在茂奥斯汀花园一带。生命很重要哦。